远东便利卡，没错。然后，豆浆机，陈如雅，你真的要豆浆机吗？豆浆机，我印象中好像是不是100台啊，200台啊？豆浆机其实还不错，我跟你讲，这个400点真的很好用，因为你那个维修电影票，你用200点就可以换到嘛。那你维修电影票2张，你去网络上卖，你一张卖200，2张就可以卖400啊，你这样不就赚了吗？对不对？你这个回馈金比换刷卡金还要好。九阳豆浆机，你去网络上用5折卖，你也是卖了好几千块钱啊。所以我真的真的衷心觉得哈，你们如果还没有办 banking 卡，赶快办下来，跟我这一团立马就是刷3000块就可以拿到400点的金赞点，这个点数是放大的，这个真的是 banking 卡它真的很厉害的一点哦，这一定要跟大家讲。对，像如果我要买一个 MacBook Pro 的话，我至少要花6万多块钱。但是如果我真的在这一次有揪满，就是所谓的200人，我真的说不定有机会把那个东西带回家，我就不用花6万多块钱去换一个就是所谓的工作的机子这样。然后我真的觉得 Banky 有时候真的还蛮佛心的哈。我们不要去管它的基本回馈率，因为它基本回馈率真的不是很好，但是它的这个加码部分真的还不错，所以我们不用因为说它是一个所谓的 MGM 或者是所谓的类似直销的一个产品，你就讨厌它。我们基本上消费者就是利益导向嘛，反正银行都这样设计活动了，我们就照着它的游戏规则去走，然后把它的优惠拿好拿满，这样就好了。我们也不用去骂银行或怎么样，因为你越骂，基本上就是让越多人去看到，这也没有不好啊。然后就是让更多人去注意到这个产品，然后它就越来越大红大紫这样子。因为 Banky 本来就是紫色的，好，所以也是一样哈，就是大家有机会的话就赶快跟我这一团哦，然后不用担心你的团主会不会揪到10个人，跟我这一团现在已经有31个人、41个人。十几个，好，就是马上就是一定取得资格，好，这是比较简单的部分，这样子。